我就想看看脱了一件衣服会有多色，就一件就好了。我如果把妈妈模式关掉，至少要给你们一点福利吧，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全部脱光，好色哦！有啊有啊，这个是小脱一点，后面越脱越多。哎，很，我喜欢这种束缚感哎，好色啊！就已经开始合作了，然后是限定英雄可人猫娘信任麋鹿，耶、yeah! 嗯！你们不觉得角色很可爱吗？完美还原36D 的部分，然后腰手捏捧卡成顶 Coco 的部分也是完美还原。《银镜物语》呢是一款奇幻风格的18禁成人 RPG 游戏，也就是未满18岁，请你注意啊，千万别玩啊，不然你只能瞒着妈妈偷偷的玩了。那就是有冒险的部分，有战斗的部分，也有大家最喜欢的啪啪啪的部分，很多很多的梦幻美少女等着各位魔王大人们调教啊！没有错，这次麋鹿也加入了梦幻美少女的系列，等着大家调教我。你们可以好好的调教我吗？其实里面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美少女，像是我抽到的这个酒吞童子也是哦，我的天哪、啊！然后还有这个魅惑之虎哦，也是香到不行，而且你亲密值够高的话，它还会有就是脱掉一些衣服的部分。所以呢，麋鹿也是会有脱掉一些衣服，再脱掉一些衣服的部分，请你们就是努力跟麋鹿提升好感度好吗？努力提升好感度差，努力脱光光圈。OK， 我就知道你们在想这些事情。召唤这边呢，就可以看到信任麋鹿限定角，耶、yeah!！我其实有点不知道我自己的角色的定位是在哪里，可是我觉得看起来就是因为我看起来是蛮强的，他又是主要是施法中，那我就比较偏傻破吧，比较不像是主输出。哼，感觉是不能当主输出用，但是当傻破用是绰绰有余。而且现在啊，你就是打活动关卡、哦，就是活动关卡会送那个青葱烧臀串烧，然后这边就可以换一些你要的素材，还有麋鹿的武器，好不好？装武一定要收集起来的，他们都放满，所以要记得。然后这边通行证也可以获得一些，像麋鹿的召唤箱啊，然后或是这个是春药。春药是提升那个提升亲密度的，对，没错。我觉得这个图很色哎，希望我今天可以满心回归我自己，然后另外再抽出一些好用的。你们有推荐用这个抽还是用这个抽？左边右边差在哪？左边有保底，现在麋鹿有需要保底吗？我是欧洲小公主哎，我怎么可能需要保底呀、啊？你们可能需要，我是谁？我是欧洲小公主，我这个随便一按，我随便一按，那个一定必出。好啊！没有，现在就暖暖身而已，干嘛？干什么？我本人抽我自己，怎么可能抽不到？嗯？啊嘞嘞？啊嘞嘞？啊嘞啊嘞嘞？你看，我说是不是来了？来了！一趴！有啦！新人命有三。新的麋鹿，你不要给我丢脸哦！拜托，不可能歪，不可能歪，我冲我鸡鸡。
は一度もないわ。財長、離開！ヨーラアンニンキョの凄さを思い知ったか。又感觉到了吗？又感觉到了吗？又感觉到了！新人秘鲁出来啦！阿宁哥的苏果嫂，我们死大哥，强到不行啊！我们这边直接一键领取，啥都有了，解锁。哦，你看。的活动关卡，翡翠城新池柱，你使用了希尔弄来的奇妙装置，观看到了来自其他世界的直播。他从中发现了很感兴趣的对象，便想了一个计划。ワンチャンある種の可能性はあるわね。あ、じゃあ私のバストサイズは？我胸部多大？各位聊天室，我胸部多大？现在测验你们是不是好好观众了 ？OK， 您的超能六百。OK， 等一下聊天室就要没人了。OK， 完了，聊天室怎么样？没有人了。等一下观看者很多，然后聊天室一个人都没有讲话，那一定就是你们说错话。到底是多大？36D， 没错。才不会承认你有三十六 D 吧？屁嘞，屁嘞！是信众就要说我是三十六 D 吧？什么意思啊？哼，そんなことないもん。そんなことないもん。あなたがアンスじゃないのはもう分かったから、一体誰なのか言いなさい。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好吧，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我就是这个世界的力量最强大的魔王。这是翡翠城主的徽章，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把这个徽章干走。キラキラしてて，我一定把它偷走。そんなすごい人物だったの？つまりこの男の身分そのものにとんでもない価値があるってことね。それなら。剧透吗？我不知道，我也给忘了，我也给忘了后面的剧情是什么。哎，もしもし、起きてる？不会真的要拿走吧？哈哈哈！真的拿走啦！救命！是本人呐、啊！どんなにすごくでも魔王にだって睡眠は。不行不行不行！哇，是不是没那个啊？啊，倒了！等。不！透血呀、啊，大笨蛋！数一只啦！好，我打不赢，我再练个一百年吧。今天的我打不赢，等到我把我的假设练好了，我一定打赢。哈哈哈哈哈哈！天哪！太鬼啦！太鬼啦！我想看看脱了一件衣服会有多色，就一件就好了。我如果把妈妈模式关掉，至少要给你们一点福利吧。
欧巴，欧巴，欧巴，全部脱光，好色啊！有啊有啊，这个是小脱一点，后面越脱越多。哎，很，我喜欢这种束缚感哎，好色啊！再多就不行了，这样下去就 goodbye 了，我们就让梦想到这边为止。那最后再跟大家呼吁一下，2月7号到2月27号，在过年期限这段时间呢，蜜露呢会在阴茎物语陪大家过年啦。那就是过年有时候在什么可能回老家啊，就没有电脑，可以干嘛呢？可以用手机玩阴茎物语啊！不想要跟那个长辈吃饭、啊，我觉得哦跟长辈吃饭好无聊，你就把自己关在房间，然后呢开始阴茎物语，跟蜜露一起过个好年吧。记得订阅蜜露的频道，更多影片在这边。